痛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你怎么那么烂？你怎么那么烂啊？你怎么那么烂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欢迎回到 Skin Club， 这是我们 CS2 的开箱网站，在里面呢可以开到许许多多跟 CS2 同款的一样的各种皮肤造型，抽到之后呢就可以马上换到你的物品库里面。 Skin Club 有赞助许多这个队伍啊，像我们的小蜜蜂以及这个凯瑞根，好不好 Face。 那 Skin Club 也提供了很多储值的方式，比如说信用卡啊，一些行动支付啊， Apple Pay、 Google Pay、 PayPal， 还有加密货币等等的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输入我的代码，那就会有得到优惠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现在有个小活动，就是在我们的 YT 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就可以获得一个小 skin。我会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，每个月会抽出一位。那大家也踊跃参加，留个言、订个月、按个赞、影片按个赞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开始抽。好喜欢这把刀哦，这把刀超帅，很像 Apex 那个邦加罗尔，有吗？再抽。四块箱。最超值、最划算的箱子就是十块箱。咖喱，但最近手机都不太好啊。然后最近观众又来跟我说，又抽到箱，又抽到刀子或手套。我只能说是真的会出的啊。而且那个观众说他抽500美，然后他抽到蝴蝶刀，他现应该最少赚最少2万到3万。如果你在场上拿蝴蝶刀，如果你刚好抽到那个大陆那边的平台，干爽翻天了！兄弟，你刀子好漂亮啊，替我看看好不好？哇！想太多。抽看贵一点的箱子好了，这新箱子每个都抽一个。夜鹰啊！哇！冲！再一个，影黑，感觉还不错哦，不错，再一个，影黑好啊，影黑，啊，哟，红色的，哈，红色才3点，嘿嘿嘿。30块的小抽2-3个就好了，有点小贵啊。这个哇，这是你看，它用全色区分了，是金色的，黄色、金色。哇，这个 A4， 这个 M4 是我喜欢的 M4， 原子小金刚。格洛克啊，试试看吧，抽个2箱就好了，有点太贵了。赤色流线，再来一个，完啦，这啥东东啊？越抽越伤心，算了，0.35的直接抽5个，爆气了，自暴自弃，观众都抽到刀，我都抽不到，我都自己都抽不太到、欸，抽了那么多箱了。有小赚欸，1.75，刚回4块，再一个，这蛮爽的，还是玩这个便宜的就好了。下面跳超快的，一堆人在抽这便宜的。哇，越抽越亏，大家在拼这个哦，拼到上面这几只都蛮赚的。哇，大家手速都好快，犹豫就会败北，直接点。来，啊，这13个箱子，难怪没人要玩，太久了。完啦，我完全靠队友，我抽到的就超便宜。哇塞，来几把稳定军心的枪吧，3美5美的都好，不会被逆风翻盘吧？可能碎啦，队友果然是3美5美的，真的来个3美的，爽了。来了一箱决胜负，我最少。这两个人啊，
他们两个同价钱呐、啊，还要再转玩一次转盘，这好玩呢、欸。今天是地狱倒霉鬼，看我平常我玩这个都会赢的。疯狂模式，疯狂模式就是谁的价格比较低，谁就赢。进来一个吧，就那么便宜，小四块的，有了。靠嘞，这个人也太会玩，再一个，不信。这个四块的其实蛮爽的，刚赢快二十块，还是二十块了，有点鬼啊！这个模式，该我赢了吧？看完了，命运的轮盘，碎啦！赢七块，再来，看还会进吗？刚那一个拒绝，靠嘞妈，赢我一把就跑，刚也抽了蛮多垃圾海的。这个就随便拉了，这个感觉没有一定。九块变十二块，慢慢升，有60%随便拉，我觉得这个感觉都还好。会赢就是会赢，会赢哦。停，别再动了。对，今天。至少赢个50块回来吧，感觉应该有机会。这把要调一下，这把要歪一点。停，可以，有27喽，至少赢50，至少赢50。Nico 哎 ，Nico 贴纸27块。停，注意啦，滑过去。再一个就50块，我们就可以收手了。来喽，再一个应该就50了吧。18可以，野火，这样应该够吧？我不敢看，交给你们看。有赢吗？哇，我今天已经设好我的那个要止损的点了，50块。那今天 Skin Club 又是这个结局收场，大家也记得好不好？参加我们这个小活动啊，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就可以。然后大家记得参加小活动，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我一月会抽一位幸运儿，然后给你一个 CS 的小 Skin， 好不好 ？OK， 那感谢大家收看，下个影片见了，拜拜。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